弦子，现在念文具的家，文具的家，铅笔只用了一次，不知丢到哪里去了。橡皮只擦了一回，再上擦就到找不着了。丢妹妹一回到家。就向妈妈要新的铅笔、橡皮和转笔刀。转橡皮，妈妈说：“你怎么天天丢东西呢？”贝贝眨着一双大眼睛。对，妈妈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妈妈说。贝贝，你有一个家，每天放学后，你教你有橡皮，想想办法，让你的每天放学后，你都平安的回家。你有想想办法，让你的铅笔、橡皮和转笔刀也有自己的家呀。贝贝想起来了，他书包里的文具盒就是这些文具的家。从此每天放学的时候，贝贝都又仔细检查铅笔呀、橡皮呀、转笔刀啊，所有的小伙伴是不吃都回家了。嗯，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。哎呀，读得真好，是吗？嗯，那么妈妈问啊，这个贝贝他的文具有家吗？有家了。他的文具有家，他的文具的家在哪里呢？文具盒。啊，在他那的文具盒是谁的文具盒呀？贝贝的文具盒啊，弟弟，你的铅笔呀、橡皮呀、转笔刀啊，有家吗？有家。你每天都让他回家了吗？嗯。啊，都让他回家了。回家了。啊，嗯，真不错啊，弟弟，嗯，非常好。嗯。再见。Monday。